卞先生27岁，来自云南，厨师，有请卞先生。龚女士26岁，来自云南，护士，有请龚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，这说谈了4年是吧？对。其中有1年半是异地。对。啊，异地异的有多远啊？异地差不多隔着40-50公里，1个小时的车程。为什么需要异地啊？因为当时工作的原因嘛，我们刚好认识之前都是在两个地方嘛，后来我们是通过网络认识的，因为我们很少见面嘛，对吧？他工作也比较忙，我工作呢也比较忙，也4年了哈，对，但是发现现在在一起觉得有很多不合适，是吗，小伙子？因为当时我们异地1年半了，可能隔着手机都没发现彼此有那些不好的习惯嘛，后来我们在昆明一起的，慢慢的我发现他特别内向嘛。不爱说话也不爱交际啊，然后我呢又是一个特别话多的人，这不挺好吗？不补啊，他们说，但是他跟我感觉总是我好像火他好像水一样，感觉就是合不来的那种。你啥时候感觉合不来的？水火不容了都？因为我们差不多也快在一起了小半年多，他朋友也说啊，好长时间没聚一起了，说哎吃个饭吧，就这样呢，我们打扮梳洗说出门了。去到那车站呢，公交车本来就不好等，等了好半天才来，我们快要上去了，他突然扭头就走不去了。那朋友在那边电话5分钟一个，我逐渐有紧张，就转换为焦虑嘛，然后我就拉着他在那里跟他扭扯。那你当时不是没提前跟我说吗？我当天都快下班了，然后你才跟我说要去吃饭，然后我什么准备都没有。那只是吃个饭呀，不用提前准备啊。那毕竟是第一次见你的朋友，我至少得化个妆什么的，不化妆的话也不尊重人家嘛。那后来不也跟你去了？你是怎么去的？你在那车站跟我僵持了快1个小时了，人家那边菜都快凉了，后来我骂了他几句他才去的。那去到那里呢，大家都是相互的寒颤，那他呢就在玩他的手机啊，也不跟人家交流，我也是感觉特别没有面子嘛。那去了都是不认识的人，你让我怎么跟人家聊天嘛？然后本来我也就有点那个社交恐惧症，也不是擅长跟那个就是第一次见的那些陌生人之类的沟通嘛。这个不就是第一回嘛，以后认识了不就好了吗？后来紧接着我又带他去，也是同样的朋友，我想着第一次可能说他因为性格的原因，但第二次还是一样的老样子，去了就是笑了一下，然后就低着头玩他的手机，朋友跟他说话他就搭理了一下，然后又低着头玩他的手机。听明白了，就是有点拿不出手呗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你就直接说我拿不出手，别说人性格不好啊。这是谈了4年，今天来先说女朋友拿不出手，你啥目的呢？也不是想，只是说想让他改变一下，然后平时改啥？平时跟他说话，他很少搭理我。也不是说没搭理，但是我都是有回应的。因为他感觉我有高兴的事情或者是难过的事情跟他分享，那种是很简单、很潦草，就这样答应了我、敷衍我，但是没有更多的。然后我往后的心里憋着一肚子的话，好像都说不出来。就女生很冷是吗？对。为什么不喜欢跟他聊天？也不是说不喜欢聊天吧，就是说我平时话比较少，他说的要多一些，基本就是他在说我在听这种。你烦他说话吗？有时候有点，但大部分还好。你烦他沉默吗？觉得很不好的，我觉得。哎，所以我就奇怪了，你们也不是1天2天，你们是4年了，那这4年怎么熬下来的呢？我们在一起是异地恋也很长时间。不是异地恋就1年半吗？对。那4年时间嘛，1年半，你还有2年半的时间是在一起吗？你这问题发现了就应该解决了，怎么还熬了2年半下来了呢？我好奇怪。因为我总想着他给他一点时间去慢慢改变嘛，然后平时我也在很侧面的去鼓励他，然后他还是起色不是很明显。所以对男生来说，女生身上最大的缺点是不善交际。对，不善言辞。对，不喜欢跟你分享情绪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你男朋友有什么缺点吗？就我们在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挺信任他的，然后也觉得他对我挺忠诚的。就有一次嘛，他说他要去见他姐姐，他就问我去不去，他也知道我的性格，他就知道我肯定不会去的，我也跟他说了我不去。
然后那会儿他就刚好就去上卫生间准备出门了，当时也不知道他手机密码，就看到他手机是亮屏的，我就发现他是跟另外一个女生约好掉，然后在其他地方见面的。姐姐啊、那个异性朋友他本来就是一般的普通朋友，刚好他家产茶的，我说给我带点茶叶过来，刚好在我姐上班的附近，我说如果说过他一起过去的话，我就见了他以后就去我姐那里玩一下，但是他就是这样想的，他说啊、本来我就以为他不会去，那我怎么会知道你怎么想的？你明明就是间接打幌子。那这个女生就不说了，那还有其他女生的聊天呢，然后每次我把截图拿给你看了，你还是不承认，就觉得都是正常聊天，但是你我觉得是没有保持距离的，没有底线的。哪里有吗？主持人，今天我也带来了两张这个他跟异性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，可以帮我放一下吗？你同意吗？可以。这是一个，就是我偷看他手机，然后看到就是他别人发的朋友圈一组生活照嘛，然后他就给人评论，就是爱了爱了，然后还说别人贤惠什么的。评论不是很正常吗？那你说别人贤惠，你平时有这样说过我吗？那我觉得对朋友称赞是应该的呀。那他是你女朋友还是我是你女朋友啊？你可以别这样说别人，再怎么就没有这样说我呢？我平时也对你夸赞，只是说你很少在意啊。反正我就觉得特别过分。